国庆假期过后，天气也将逐渐转凉，因此不少消费者也选择在黄金周购买换季衣服。这个黄金周，服装消费市场呈现出怎样的新特点？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。我现在就在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，正值国庆期间，今天早上6点半，整个市场都已经做好了迎接来自全国各地消费者的准备。现在是上午10点，已经有大量的消费者来到现场。市场内外人头攒动，摩肩接踵，各档口门前都排起长队，琳琅满目的秋冬季服装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，热闹非凡。我们是从河北地区来的，我从天津来的。可以选择的范围很丰富，然后也买到想要的东西，就体验感都挺不错的，非常的优惠，我觉得就是很合适。找一点搭配的包包和皮鞋，我觉得这边应该是比较适合我的。不少商户表示，今年秋冬季服装款式开始回归经典简约风格，相较往年追求外观多彩、功能丰富，今年的服装品牌款式设计力求整洁轻便。少口袋的风衣、大衣、中性色调的毛衣、短款泡芙类羽绒服等成为热门款式。你像秋天的话，现在是毛衣，就是像这种那个，全羊毛的，颜色的话像安哥拉红，还有像焦黄，这些的话就是市场比较流行，会走的量会多一些。面对今年国庆期间市场的火爆，许多商户开始延长经营时间，调整库存策略。我们工作时间比之前延长了起码5个小时，才能把我们一天的时间，就是一天的工作给做完，就是非常早上我们是6点钟上班，现在的话我们延长到基本上要8点钟才能下班。像我们今年的备货情况的话，也是相比去年增加了50%。